男人们都要笑了，旧的婚姻法作废了，民法典已经施行，越来越多的男同胞都在推行民法典。여자가대성통곡을하고있습니다한중국여자가갑자기본인뺨을때리기시작합니다제가중국의신부값에관한영상을만들면많이달리는댓글이있습니다신부값을받고결혼을하지않으면돌려받을수있나요차일이로불리는중국의신부값은결혼전에이루어지는거래입니다그리고정식적으로허가된거래도아니죠오히려중국정부는계속해서신부값을없애려고시도하고있습니다말그대로신부측가족이신부값에만족해야신부를결혼식장에데려온다는값입니다정식적으로계약된거래도아니고어떻게보면결혼식과는무관한행위이기때문에차일이를받고결혼을끝장내도형법상문제가아닙니다杨秀娟再次追上邹家人时，孩子却已经被村民藏了起来。邹家人情绪激动，怒斥着杨秀娟：“一个是抚养他儿子的妈妈是吧？然后一个是实话实话的彩礼。”지금이게무슨일인지궁금하실건데요남자와여자는혼전임신을하고결혼을하기로하였습니다그리고그과정에서신부값으로10만위안아이의양육비개념으로8만위안총18만위안을신부값으로받았습니다한하루약3300만원을받은신부측은결혼을취소하였고신부값과함께아이를돌려받으려는신랑측의일가친척들이몰려든것입니다그래서민사소송만으로진행할수있는것입니다문제는이러한상황이계속되자중국의혼인율은급속도로낮아졌고신부값을노린전문범죄일당까지생겨났습니다지금이상황은신부측의어머니가추가신부값까지총세번에걸쳐요구하였고이를맞추기위해서신랑측은사실상파산수준까지대출을받았는데이에대해신랑측은신부측이일부러속이려했다는증거를찾아서사기죄로간신히신고를한것입니다그리고경찰이신부측어머니를체포하러온것입니다신랑이뒤에서我这边你第二次，赶紧走，这边你最后一次，我进来，进来，快跑！近日，根据新闻报道。江苏的夏某通过红娘胡某认识了一个女孩，双方见面时，女方还带来一众亲友，和男方现场商定婚期，彩礼并给付红娘介绍费之后，女方当天留宿男方家里，第二天女方以回家取身份证为由离开后失联，夏某报警后，警方将胡某等八人抓获，经查，他们各自分工，分别扮演红娘、女方以及女方亲友等不同角色。针对有相亲哄骗取七名男性受害人彩礼钱介绍费30余万元就给夏某设了一个套签署了就是如果后续婚姻不成功介绍费不予退还以及彩礼钱不予退还的这么一份承诺书以来规避后续自己的法律责任到了这个男方家里共骗取七名男性被害人彩礼钱介绍费30余万元目前已有两人分别被判刑其余人员陆续被提起公诉또한결혼전에신부값을받고추가신부값을주지않았다는이유로다양한사건들이발생하기도했습니다여기여성은신부값을받고단며칠만에이혼해서중국에서유명해진여성입니다남자측이본인에게민사소송을건다고해도겨우일부만을반환하라는판결이떨어질테고그일부마저도주지않는다고해도문제가없다는것을악용하는것이죠앞서말한것처럼계속해서일어나는이러한상황은중국의혼인율에영향을주었고중국정치권은법을개정하기로한것입니다男人们都要笑了，旧的婚姻法作废了，民法典已经施行，越来越多的男同胞都在推行民法典，它赋予了男性更多的权利。第一，给老公戴绿帽子违法，老婆出轨不但要赔偿，构成重婚的还得坐牢。第二，寡妇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老人去世后，寡妇有权继承公婆的遗产。第三，老婆不给老公钱花违法。婚后挣的钱是夫妻共同财产，老公也有权处分。第四，婚前女方隐瞒重大疾病，男方婚后才知道的，可以撤销婚姻。第五，婚后经常被老婆家暴的，离婚时不仅可以多分财产，还能拿到过错损害赔偿。第六，婚前给了彩礼，但最后两人没登记结婚，那么女方应当退还彩礼。第七，老公发生意外挣不了钱，生活困难，
老方想要离婚，男方可以要求女方给予经济帮助。실제로중국에서개정된신부값관련민법조항에는증명서없이신부값을받은사람증명서를받은후1년미만공고한사람연체로생활이어려운사람등이포함됐습니다이런이유로결혼후에즉시이혼하는경우를막을수있지만그기간이1년이라는짧은기간이고이마저도결국엔민사라는것이죠물론신부값을지급한사람은신부값반환을요청할수있으나법원은가구구매를위한장식비연회주최기타각종비용을포함한회복을지원하지않는다고합니다즉돌려받을수있는범위는신부값으로한정되어있고결혼비용이나혼수비용은다른문제라는것입니다哎，你是男生的态度，你要男生的态度，那你的态度是啥？真正的婚姻是相互扶持，互相付出，不要再打着风俗的幌子，让男人一味的付出，疯狂敛财，发家致富。你不是傻子。하지만이러한모습은결과적으로중국여자들에게악영향을끼치고있습니다여기여성은자신의부모들이남자측에과도한신부값을요구하였고이에남자측부모와신부측부모가갈등을일으켜결혼이취소된것입니다그리고이여성도자신의부모가남자측에과도한신부값을요구하였고이때문에남자가결혼거부를했다는소식을듣자충격을받았습니다참고로저여성의나이가거의30살이라고알려졌으니앞으로사실상결혼은불가능한것이죠현재중국에바뀌고있는신부값과결혼문화에대해중국인들은어떻게생각할까요국내법에는약혼선물같은것이없습니다약혼선물은관습이고자발적인선물입니다법원에가면판사가불쌍히여겨야겨우일부를돌려받을수있도록도와줄것입니다제가아는몇몇처자친구들은요구사항이매우많습니다그러나그들은모두30대이고한사람은40대였지만예외없이모두부자를찾았습니다아직도고집을부리는여자친구들에게압박감에굴하지말고끝까지버티세요승리는비전있는자의것입니다라고말하고싶습니다개정된민사법은엄밀히말하면남자의복리를위함이아니라도덕적으로타락한사람을금하는것이니이것이혼인법으로서남자와여자모두에게유효한것입니다솔직히말해서바뀐민법은남성에게어떤특권도주지않고거의완전히평등한것입니다요즘에는남성과여성의평등이남성에대한최고의존경이라할수있습니다중국의이혼율이높은데에는여러가지이유가있지만 SNS 에서결혼이불행을가져올뿐이라고싸우는사람들의일조는분명크다남자는결혼전부동산증명서에자기이름을적으면안된다어떻게알았는지묻지마라신부값은한푼도주지말고너무많이내지도마세요결혼에있어서가장큰농담은결혼의의미에대해체념시키는것입니다사랑을위한결혼돈을위한결혼은순전히웃기는말입니다요즘결혼은고가의임대차와같아서남편이3대동안저축한돈을다잃고아이를낳았으면위자료도내야하고살아서끌려다니게된다솔직히말해서여자들이보호받으려면먼저자신을믿고돈을모아야합니다고대에도마찬가지였습니다불평하지마십시오이렇듯중국의신부값문화는청년들만이잘못됐다고생각하는것이아닙니다중국의유명역사학자도이점에대해자기생각을밝혔습니다今天的年轻人也不知道怎么了为什么就不愿意谈恋爱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孩子呢以至于我们今天14亿人口啊一年出生的新生儿才700-800万为什么年轻人对婚姻有如此的我觉得有一个陋习啊在其中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什么呢彩礼这个陋习有人说彩礼是上千年的民俗啊我们应当尊重可问题是古代的婚姻制度和今天是一样的吗古代是男尊女卑可现代社会是这样吗现代社会男女平等我们结婚之后老婆连姓都不需要改了跟古代完全不一样有一些女同志一方面高喊男女平等要尊重女性另一方面谈婚论嫁之时却偏要男方继续给彩礼只要彩礼这种陋习啊不去除재미있게도현재중국의결혼문화는시골에서부터바뀌고있습니다제가다음에는중국시골여자들이어떻게바뀌고있는지에대한영상도만들어보겠습니다오늘영상도마음에드셨다면주변에공유해주시고좋아요와구독부탁합니다